伊顾好，应该睏就爱睏，应该食就爱食，毋通应该睏无爱睏，哦，应该食无爱食，安尼便宜你会死啊食，哦，只要你生活起居来正常，毋是你爱食讲食较啥物物件，才袂搭有便宜你，其实是睏，睏就是上好的一个增强免疫力最好的一个良方，哦，这是我来体会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嘛两次确诊啦，毛公你确诊三个月来个确诊。还是确诊了，因为你的你这大众来带细菌的感染，以及呢那个我们可能要准备这个麦克风的这个套子嘛，要消毒一下。啊，我就刚去泰国确诊是因为两个一脉搏，哦，就是因为左立确诊、来复前诊确诊、火化确诊，我拢两个一脉搏。啊，搞完翻译的讲师阿六阿能，伊是讲另外一脉搏。哦，所以因两个无确诊，阮三个拢确诊。啊，目前人确诊，但伊未得目前人夫人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这一年来的确诊没关系，也不用紧张。哦，应该也可以增强免疫力。可是各位姐姐还是要小心，因为确诊咱阿表后遗症，而且咱管理遐真正足艰苦的哦，好好管理遐哦。人讲来关家了，可是不让个养生，可是很不自由哦。所以呢，你这一年，你这世界这动荡不安的时候，咱爱把这分心了了，就是讲爱把动下，安怎认真来修行很多。所以为班今年咱目前的慈悲，目前的慈悲，把咱一二三堂的班全部实体化哦，就是你会当来回等待第一面安尼上课。安尼应该效率会较好哦，因为你啊线上效率就较无遐好。但是咱前人慈悲，就是咱爱想哦，透过咱资讯组哦，咱是好甲各位人才的一年内底，咱就甲咱设备拢设备好。咱目前人讲唔通惊开钱，兄弟姊妹哦，了完出来的钱就是要用伫对的所在，所以咱的设备拢设备较非常的好。咱像咱市校，各位讲用上盖少的费用，啊，互咱有够上有上盖好的装备，所以咱今日才上课，咱会当哦全国，还是讲互咱会当传到泰国，听国语听有诶，听华语听有诶，咱拢会当就着今日的进展吧。所以是咱非常感恩，而且一点哦，咱的前人前瞻的眼光，我们的副前人也有哦，那我们所有的点团师。都一定是赞同我们前人、副前人的他们的一个决议哦啊，所以比家咱好哈嘛，抱着非常感恩而且心情呢，来跟咱各位前人结这个善缘。那么嘛，比家跟咱各位前人共同期盼，共同咱来编队，一心老班爱好好来办啊哦，就像咱今年咱的经典班也好，新专班、体会班。拢爱招吼，咱来浅显来参拜哦。那么，咱绝对你有付出，就一定有收获。你付出两点钟的时间，你绝对有当有收着物件，有得着物件。像咱今日非常感恩，就是聘请着咱严明进点团师。那么，因为何花拢叫伊严明进老师较济啦吼，因为伊早拢叫老师，啊嘛做教官两个。我看两个查某囝咧，拢透过伊个姻缘，伫白云高中实习哦，啊，伫个指导之下咧，嘛今日咧来会当来成就，就讲哦，一间国语学校的老师来伫咧就业，所以我看对伊哦，我咧姻缘感情拢是非常好的哦。啊，有时啊嘛叫我叫妈妈，我讲伊嘛叫我尊敬你，我看也是感觉叫我叫妈妈，我看较习惯哦。所以咧，咱严明进老师。哦，当然，伫学界，那即摆伊担任着咱的点文书了后，伊的导学是咱大家肯定的啦吼。何况人要讲道理，何拢爱请教伊，啊，无就爱找伊老婆吼，家训讲师，啊，甲咱所有的前贤。所以呢，咱今日非常感恩的咱前副前人安排的第一班，是由着咱严明进点传师来甲咱主笔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目前人虽然是泰国哦，伫我的群组内底嘛，鼓励咱的啊哈，招较侪前线来办。因为咱进站班今年有四班，拢是聘请着点团师来功课，啊，无就是咱
益友圣堂中心讲师最优秀的讲师来感恩主笔，所以各位姐妹那个把握啊爱啊鼓励的那个啊人才，优秀的人才也好，啊比较较优秀的人才也好，啊来参班哦，来参班，慢慢带来带来愈来愈前进。因为你要听道理，逐工伫厝里上课话，有时也嘛会荒废自己呢吼、哦。啊无聊的时阵会看电视啊，啊无就来找道亲开讲啊吼。哦啊，但是找到清开干，这不是变荒废时间哦，这是去放心。侯海甲侯太太甲因妹妹来阮家，啊侯太太林助理啦，我讲啊，今日你明仔载要去对放心哦，安尼啦，因为伊要来敲脚敲手嘛，啊，我来讲你爱一早来，我下晡我有代志，我要去放心。无伫道场，因讲啥物叫做放心呢？各位姐姐，你敢知？哎，美华浅浅，我讲啥物叫放心？我讲去拜访道亲，人讲我若去恁家坐吼，就是要去恁家访亲。伊讲吼，安尼我听有啊。你讲台语我听无，你讲国语访亲，安无一定听有。所以呢，建议咱建议伫道场，其实咱学了做者资讯医助会，咱会当甲足侪兄弟姊妹来结缘。哦，所以呢，而且好哈啊，感谢天主庇，感谢咱蒙恩师给吼选这个机会。啊！伊九点半诶，就是咱延绵去电传室诶时间，互我同学去甲伊耽误哦。最后祝咱最近内底今日呢，会当欢喜充满，咱诶身体会当永远健康平安。感谢天师的，感谢慈悲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慈悲，前道空，坤道空，在热烈掌声感谢你们。